本该是夜深人静的夜晚，却不知打哪来刺耳声不断的响。网友拍下影音档，破网表示，每到晚间9点10点，住家附近就会发出这种刺耳又扰人的噪音。此文一出，不少住在淡水地区的网友都纷纷回应表示有听到，还有人自制噪音分布图，这莫名的噪音几乎传遍整个淡水地区。实际问当地的居民才知道，这噪音不止在深夜发出，白天也会有。早上什么9点多嘛，9点多左右，然后晚上晚班我就不知道了，晚上也差不多这个时间的。好像马它叽叽叫的声音呢、啊，就差哎，就差啊。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，这声音打哪儿来？而环保局表示，晚间将会现场勘查，找出噪音来源，尽快还给当地居民清幽的居住环境。记者关志昂、徐曼佳，新北市报道。